亚团赛又出现大冷门了，继落剑又输给排名239位的李佑奎后，周天成也爆冷输给了武家朗，让台北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地步。现在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下周天成与武家朗的这场精彩比赛。这一球是周天成判断失误了，界内球。第一局上来周天成状态就很糟糕，失误频频，5-11落后进入局间休息，看看下半局状态能不能够回暖。这一球明显是注意力不够集中，这也是周天成整场比赛的缩影。20-13，武家朗拿到了7个局点。又推出了底线，周天成放弃了第一局。从比赛的状态来看，周天成好像提不起兴致，比赛的节奏被武家朗牢牢掌控，打得一直很被动。接下来看下第二局的情况。
球劈杀直线得手。周天成11-8领先进入居间休息。从上半场来看，周天成明显有意加快了速度，打得也更加果断了。不过分差还是没有完全拉开，比赛还保留了很大的悬念。来到局末阶段，周天成还以18-17领先一分，打得非常焦灼，就看最后关键时刻谁的把握能力更强了。关键时刻武佳朗连取三分，反超拿到了两个赛点。反拍直接杀中路，周天成这一球躲闪不及，18-21，周天成又输掉了第二局，从而0-2被武佳朗横扫，爆出了一大冷门。周天成在输掉这一场之后，台北队也以0-2落后香港队，最终台北2-3负于香港，小组出线的希望非常渺茫，周天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